我是垃圾车上快乐唱歌的幸福小天使，每当想起在垃圾车练歌和菜场里和爷爷奶奶们对歌，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。坐在垃圾车上唱歌，对，回想起那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特别幸福。来，给我们讲讲这个坐在垃圾车上唱歌是怎么回事。96年和02年，我家总共就是扫了那个我们县城的菜场里面清洁工。搞了6年，然后帮忙父母去打扫那个菜场。父母是清洁工。对，然后扫好了以后呢，就把它垃圾全部装在那个拖拉机里面，然后我老爸就在前面开着拖拉机，然后我和妹妹就会在垃圾上铺上一块干净的塑料薄膜，然后就躺在上面就看着天上的星星啊月亮，就这样唱歌。那今天呢，来到我们山西卫视的舞台，你唱起歌来一定心情格外的快乐。对，来告诉我们唱首什么歌。唱一首藏族民歌《索拉央卓拉》。索拉央卓拉，哎呀呀，这个名字挺不好记的，但是我相信这个旋律一定非常的好听。来，有请，加油。